好，请大众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金刚波耶波罗蜜境，如是我闻。一是佛在舍卫国，其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具。二是世尊食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依其城中次第乞而还至本处饭食，额收衣钵洗足而敷座而坐。是长老须菩提，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以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足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处？云何行？伏其心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足诸菩萨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行。伏其心为现世尊，愿教育闻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行。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。这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色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耳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。世尊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。世尊，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于耳云何？可以身上见如来否？不也。世尊，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上，即非身上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，像具身实，信否？佛告须菩提，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受福者，以此障具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，而众善根而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闻是障具乃至一念生正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奉我相、人相、众
众生相修者相，无法相亦无非法相，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意是已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，如佛遇者法常应舍何况非法。须菩提依以云何如来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须菩提言我那所说已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说非法，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现成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须菩提依语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而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，令为多否？须菩提言甚多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福有人以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，其福性彼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。须菩提依以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漏而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依以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来二实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须菩提依以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须菩提依以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增三昧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我得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，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罗那行者，而须菩提实无有行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罗那行。佛告须菩提依以云何而来色在燃灯佛所依法有所得否？世尊，如来在燃灯佛所依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依以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身清净身，不应住色声，心不应住色香味触法，身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依以云何是身伟大否？须菩提言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，依以云何是诸恒河沙令为多否？须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数？须菩提，我更实愿告汝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依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而用布施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，以此福德性前福德福次。须菩提，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尽那
等受持读诵须菩提，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法。若尊重弟子，已是须菩提佛。世尊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，是经名为《金刚波耶波罗蜜》，意是名字如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波耶波罗蜜，即非波耶波罗蜜，是名波耶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？有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未曾是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须菩提，诸未曾如来说非未曾是名未曾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以上见如来否？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以上即是非上是名。三十以上，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行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二是须菩提，闻说是经，心解意趣，涕泪鼻泣，而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佛是说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，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身实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后五百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则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可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众生相，受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佛告须菩提：如是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为贵波利王国之身体，可以以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依往昔节节之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应生憎恨。须菩提，有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如依所世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心，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，心心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是故佛说：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故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则无所见；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若光明照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恨以行河沙等身布施，终日分奉以行河沙等受布施，后日分亦以行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异，其福胜彼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以意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。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，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
则为何？但如来可留过罗三藐三菩提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恶小法者，着我见。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则于此经不能定受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，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，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，复是须菩提，先男善子善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应当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则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，那由他诸供养成事无空过者，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问心则狂怨护而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已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意是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，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则非菩萨，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而来？依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否不也？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而佛依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言如是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燃燃灯不得不如我受记，如于来世当得作法号释迦牟尼，而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意，而于来世当得作法号释迦牟尼，何以故？如来者尊诸佛如意，若有人如来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是种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生长大。须菩提，现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意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明菩萨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意，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明菩萨，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？如来有肉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？如来有天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说是沙。须菩提，依以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数。佛世界如是力为多否？甚多。世尊，佛告须菩提：而所觉土中所有众生，若干众生如来
来识之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思，名为心。初二者何须菩提？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须菩提，依意云何？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已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世尊，此人已是因缘福德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实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，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须菩提，依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依意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具相具足。须菩提，愿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难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二是为名。须菩提，白发言世尊，我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受否？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须菩提，白发言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？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是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罪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波野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手指读诵，为他人说以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依意云何？如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，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须菩提，依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以上观如来否？须菩提，如是以三十以上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以上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则是如来。须菩提，白发言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，以不应以三十以上观如来，而是世尊以是偈言。若以色敬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施印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须菩提，如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上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上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若作是念，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法不说断灭相，须菩提，若菩萨已满无河沙等世界七宝，持用布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，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。须菩提，若佛不受福德故，须菩提，白发现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意，何以故？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而三千大千世界岁位未曾依依，云何是未尘众令为多否？甚多世尊，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实有者，佛则不说是微尘众。所以者何？佛说微尘众，即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
提，一合上者則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，須菩提，若人言佛說我見，人見眾生見受者見，須菩提，依意雲何是人解我所說已否？不也，世尊，是人不解如來所說，何以故？世尊說我見，人見眾生見受者見，即非我見，人見眾生見受者見，是名我見，人見眾生見受者見，須菩提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，須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來說，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，須菩提，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引發菩提心者，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首次讀誦，為人演說其福勝彼蒙，何為人演說不取如如不動，何以故？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法說是經。長老須菩提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一世世間天人、阿修羅、文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受持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，願以此功德，願以此功德，普及於一切，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彌陀佛。